接下来是由我们和平教会的旭月要来献唱两首诗歌，我们请诗班进。第一首是赞美诗的170首，第二首是赞美诗的18首，是由我们和平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来所献唱的这首诗歌。他们也是在准备期间非常的辛苦，也花了很多时间为今天的灵恩布道会要献给神，也献给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Thank you.
非常谢谢我们和平教会的诗班，所以在诗班的献唱的过程当中，我们从福音、从诗歌，很多地方可以领受到神的恩典、神的慈爱，但愿我们今天来参加的许多的慕道朋友或是弟兄姐妹，再次的来领受，再次的感受主的恩典。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进行我们今天晚上的诗歌舞蹈会。首先呢，前面我们就先请我们的祝牧传道陈道生传道来为我们主领用来唱诗。我们请我们的陈传道。首先欢迎爱慕真理的朋友们前来聆听第一晚的布道会，愿耶稣将平安福气赐给你们。我们在开始之前，大家低头默祷。我的东西买死阿们。奉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第一晚的布道会，我们一起来唱诗276首。三比嘎你要哭难道就了不吧。
和美丽的大自然。你用你的灵，用你的话，让这一周能够被创造。你把我们人安置在伊甸园，也借着你吹了一口气，让我们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使我们的始祖安安逸逸、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快快乐乐地活在伊甸园当中。你为我们始祖所发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不可吃分别善恶上的果子，无奈我们的始祖却违背了你的命令，因为你告诉他，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从此，就如罪入了这个世界，死也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你不愿意看到我们人都下入硫磺的火湖的地狱当中，你亲自来到人世间，为的是为我们赎罪，你成为神的羔羊，你献上你的身体，自己被钉在十字架，流出你的宝血，要借着洗礼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你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借着相信你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本来就是你的儿女，只不过因为罪的关系，我们与你隔阂了。但因为你亲自来到人世间，为我们背负这样的一个罪，使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成为你的儿女。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遵照你的旨意来为你传福音，布讲你的救恩。今晚求主耶稣能够带领，借着你仆人的口来阐述救恩的领受，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你救恩的真理，让我们将来也能够一同享受天国永远的福乐。你为我们预备更美的家乡，是不朽坏、不玷污、不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在耶稣基督，我们献上如此的祷告，今晚的布道会全权的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圣灵、愿你的平安、愿你的福气能够领到我们每一位来参加的弟兄姐妹以及爱慕真理的朋友。我们如此献上我们诚心的祷告，愿一切荣耀、尊贵、圣赞归于耶稣基督，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门。请坐。接下来的诗班新诗是由中智教会的雅歌诗班，他们要献上两首诗歌，第一首赞美诗29首，主寻王雅；第二首恩典之路。待会我们可以透过诗歌，可以去思考我们人生，我们的恩典、我们的福气从何而来。相信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曾经从主那里领受了许多的恩典，但是对我们许多的慕道朋友，可能对恩典并不是很熟悉，但是呢，我们可以透过诗歌，透过待会的正道，再次的去领受、去明白主的恩典。我们再次的欢迎我们中智教会的雅歌诗班。Oh,
小羊，啊，但愿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啊，以及我们的亲朋好友，啊，主是否在寻找你？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传道，啊，杜鲁敏传道为我们证道，啊，讲到的主题是救恩的领受，我们请杜传道。亲爱的慕道朋友以及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感谢主能够再有一次机会来到和平教会。因为在差不多16、17年前，也曾经来过这边来协助圣会。在这一次呢。主会先到处又再行安排，也看到很多以前的同工，包含我们朱牧传道，小弟朱牧南区的时候，就在以前所谓的南特小区来一起侍奉，
林恩多诺多古多古山哈那那阿弥丹多嘛贵地啊。啊，那这一次协助联会的吴执事。啊，林尼哈多那弥巴达那哈那那啊西竹记。啊，也是小弟在十五六年前。还有哈罗九姑娘，啊这九六姑娘哈。注目白沙的童工。啊，你单多一嘛贵地哩白沙哈那那乌卡布哈罗嘛过。啊，也看到陈恩龙执事。啊，反正那个在哈罗吉沙布鲁啊西竹记。啊，也是小弟在北区。侍奉的时候，伊咧好伊，伊好啊，巴达亚好啊，经常协助小弟啊。第二，哎呀，后面巴巴当好多沙沙白啊，也看到吴长老啊，巴德玛阿拉巴扎杰孙多啊，九罗他也是小弟在神学院的一个老师哦。行星的嘛，哥伊咧新加坡啊，那时候他注目泸州教会，伊单在伊咧泸州啊教会啊，小弟跟他学习啊，咪那那么一个好精神呐啊，所以非常感谢主。感谢好多吗？啊，能够有这样特殊的安排。那可能都不必操啊，比我说是。啊，那小弟今天啊，用救恩的领受来做分享。啊，你两个在呀？你今天做那个比拉呀？好多八五零啊，比古米古那是说的。从刚刚的悟性祷告，兄弟都那不惜努力啊，以及刚刚失败的现实。按照都把八五零操那个小孩，似乎发觉到啊，马比那努力的啊，所阐述的内容。今天做了比屋里超越人嘛，怎么样？都是关乎神的救恩。啥都哎呀，好不比把屋里好那个话，属群王养。你今天买都要买西掉耶，好啊西哩。啊，就是让救恩能够临到一些原本失散灵魂的人。你今天好要属归好那个话，人路好都那啥时间好啊达不到恩典之路。那努米古米阿拉人啊，就让我们能够走上主救恩之路。哦，努玛卡涛的那巴奥利哈那那阿米古米努高瓦啊，所以真的是非常奇妙的结合。噶法噶，俺到哈那那波噶达多多了哈那那好么什么？刚刚注目传道在悟性祷告的时候，伊说你悟性努力好努单多好点多些啊，也特别谈到。都不会超嘛说努米达，就是因为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了。咱们其他的话呀，再好不多还是好努米达啊，所以最近。人心啊！你注目那一块路做好路，当照顾养老，死亡临到，你那都过八代啊！因此人需要救恩啊！人们说那样有好多暴力，好多高瓦斯，所以小弟奉主耶稣圣名，我是沙发，那那你也是基督徒，来谈是有关救恩的受啊！不给你好多那个比拉要好多米谷米，我那是说人为什么需要救恩？不那你好，那那个当照都暴力，好多高瓦斯。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能够带你必修修，带你修。在以弗所说第二章里面，你不修修，带你修，好也就特别谈到，都别提了，不能说。好，这里面是保罗写信给当时以弗所的这个信。马蒂卡米亚尼波罗布伊蒂尼必修阿萨里嘎达，属肉体来讲。你们读到这个人那也好他们原是外邦人。我比我近好长的。所以保罗对他们论述有关神的救恩。今天好把该你们那把奥利帕罗高瓦斯库说了，你保罗。这是非常的贴切。啥？马达多罗外地人好难的。他们与我们一样。马扎该都好简单。属肉体不是以色列人。主要古以色列人好古今天这个人那别人。所以在以色列人过去的观念里面。你们读到以色列人还能哈拉登好。他们是不配得救的民族。主要古他都弄懂嘛嘛基地。但是呢，在神看来。一定你变得能好那个哇是啊，世人都是一样的。八十啊，也都阿巴拉亚斯不当道啊，世人都需要得救。然后那那也不当道都是个基地。因此，耶稣基督在两千多年前还要呢都是阿罗佛超过那接上嘛啊，道成肉身来到世上。阿罗弟弟不敌人那边带你上世界就是要将这个救恩。那属鬼好能呢啊，能够介绍给世人啊，修改好给你当道啊。所以在以弗所第二章里面，一定你读到一部书修带你修，就谈到我们还没有领受救恩以前，把该你好都找。我讲别人要跑都要受贵的话，我们生命的情形。什么内功力跑那么大啊？所以我们再一次来去认识啊。能能啊，这还那么大米饭呢？啊，尤其在座可能有些慕道朋友。啊，今天好，我把米啥这个地方来，我一看啊，这个值得我们一生思考。哦，你那瓜哈那都能好那么大。我们为什么需要救恩？那米好那那一个好多那保护力的话，第一个呢，这个在第一节里面谈到，第一节就不来说，你们死在过犯罪之中。我把大家各部一定的过那那让我很难耐。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进入了我们那大圣般的家当计划，属灵的生命死亡。
常的。我们说到阿凡阿欧利马巴达亚，虽然神在创造世人的时候，哎，你神啊，我告诉好大凡马巴达亚，啊，因为吹着一口气，我要比有福的别人好多了，还是死了。让人成了有名的活人。你来一个累好阿巴奥利拜干掉。但是呢，当违背神的禁令，我那是好米很多没人告我死完就临到世人。别人弄个一个巴带给你干掉。啊，所以在这里面谈到，你那龙马都没人好马算。人过去的生命，第一好奥利跑农民大，就是死在破犯罪。找大家也好一点，你来让我给他。在第二节里面，啥个都杀，但一些谈到，你来阿这个说，我们为什么需要救恩？那那那那那，他都说过了。第二个呢，啥个都杀，这里面谈到说，第二路嘛，农民啦，我们行事为人，我乖乖好农民大，啊，随从今世的风俗，啊，你啊，多来好多，你看到我好多蛋糕啊，你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你说乖多来，今天个个来也好奇怪，那也喊那那啊，个个平安，啊，所以在后段里面谈到，该过了农民有不说，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了，你喊那也一方做农民的喊那那啊，家里，啊，原来我们啊。过去的生命，第一爱好奥利好农民蛋啊，并不是来随从神的旨意。主啊，他别哈格隆顿那发到转到啊，人得罪神以后，不干了，哪有当不到一个哇？跟神的距离越来越遥啊！米拉伊米拉，哎，好多高哇，好皮蛋。而跟魔鬼的距离越来越近。是，你一好多那家伙嘛啊！魔鬼就是那破坏救恩的啊一个恶者。我那家伙嘛，你不该要好多把奥利布高哇杀的那啊，把他杀了。他看到我们的始祖。嘛那能不能够多阿好农民蛋？跟神是亲密的。你对了好哩，嘛那再好啊，把他把他交关。跟神是和好的。你对了，马上说嘛，哎好多高哇。他就想尽办法。你给你们好多好好，怎么样去破坏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你不该好多干爹，好多高哇。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世人。啊，那能不能够当不到啊？你呢？在没有啊这个行神的旨意的生活里，在那边多多那方做按高哇啥？啊，基本上来讲，啊，那他就是顺服邪灵的这个工作。你说说爱多呀，家里把他父爱很难啊，所以是跟神远离的。米利亚撒也好多高哇斯啊，所以我们今天啊，你给他啊，想要跟神和好吗？啊，那个还有给他好多高哇斯好啊，或者是我们今天啊，你给他好啊，想要跟魔鬼亲密，那个好，是比你好给他好，那个还要好多阿古玛给啊，跟神和好的结果。什么那个国家好那个卡萨松爱多高哇斯，就是我们能够得到救恩。啥？我加入爱给他多少啊？就是在未来我们的灵魂。一个人不上阿方的美能够进到永生的天国。哇，你做么多呀？没想我在好阿欧利阿顶过，跟魔鬼和好的结果。啊，那国家好多好多，还是说阿样多的家伙蛮好的。启示录，那个带给你多那么过去咯？启示录我们看二十章。那个带给你多那你几笑？启示录第二十章。莫过去咯，你几笑？我们看第十节。几笑？在第十节里面谈到，你看几十节嘛，说提过他们的魔鬼。我那米少尼亚已经来那阿库嘛，啊，被扔在流管的火湖。我的古拉好提了多少巴人那样那么，就是受害假先知所在的地方。啊，乌鸦啊，阿多本亚巴干尼维巴拉阿亚维都说那个蛋糕，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啊，卢米阿卡盖亚好米生生在给他带那一个奥子。啊，所以在第十四节里面，就用一些节了，怎么来说？死亡和阴间，我要把大家都要断门，也被扔在火湖里。马德古尔带你到那巴鲁扔个亚纳吗？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石。我那纳马好萨卡杜萨好阿巴带。啊，若有的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啊，我爱好公安那里提了多少萨卡奥利啊，中大就被扔在火湖里。马法拉整个来带你到那纳马纳马拉。所以，亲爱的朋友。好了，喊阿萨里啊！我们是想要与神和好呢。哦，是讲那阿耶的好多高瓦超。或者是生活在魔鬼的掌权。按照好一点，都那十万好多那阿古玛给他好。这个结果是代价非常大的。我那多超那边好，我大好过阿扎罗米拉。哦，所以我们需要救恩。然后那一个大都保留好多高瓦。就是要与神和好。阿萨松阿耶好多高瓦。那第三个呢？萨卡杜罗。好，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能够带进一部修一笔收修带你修。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一笔收修带你修了罗马的米拉。第三节。能够给你带进你带三节。这里面谈到说，罗马的米拉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哎，也要好一点的罗马的米拉给他放纵肉体的私欲。上个好容易上在好多钱了来阿诺夫，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你说说好多钱了来阿杜卡乌拉汉罗马发罗做爱了米拉。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不要跟个的人把炸开好多刀，不必难因为我们没有活在神的旨意。
单在可以定定那块的转入高山嘛，我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你说如果一个好多人一个个人样机关呢，一个那那啊个个个难啊，就是那能夺人灵魂的魔鬼。不要你阿发塞多少阿发还能那啊阿古嘛啊，也因此呢，我们活在世上，一定给大家来试试看，好你会啊放纵肉体的私欲啊，没说也好啊，没说肉多啊，很多俘虏起来被他别人受神道理的约束。这个啊，古人们他的那也好努力嘛，好努力啊。啊，我们行事为人啊，别那那那这歪歪努力啊，尽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都不干了，我好一点的干要努力啊。水库话里面谈到，哎，过了一会儿过来说，二本为可怒之子。哦，噶个的人，噶比你安娃娃啊，也就是说是神所愤怒的对象。噶个的人好努力啊，惨了。我们今天想一想啊，还来等那怎么？我们今天真愿意。但不要那那又给他杀了。成为神愤怒的对象。呀，这个当然如果我杀掉给他。啊，我们惹得起神的愤怒吗？啊，不敢飞我给他，不敢登陆，我杀掉。其实我们惹不起。啊，主啊，不敢飞我给他。啊，所以我们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哇，我立刻在地上发出转，我们就会遵守神的道理。你说说给他做给吗？啊，当我们愿意受救恩。那你后来哪里给他别让我运动了？我们就能够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你别让路弯东路，那发出转，我杀掉。所以在这里面就特别谈。你那罗马那边那么说啊？人类需要救恩。当表面上那也都暴力都搞坏死。啊，第一个呢，这个灾就是我们的灵魂是死亡的。咱们不杀了阿凡罗尼达乌玛巴达亚。啊，那第二个呢，这个都杀啊，我们就是随从啊魔鬼的这一个啊旨意。亚古罗埃给他不那搞了做安亚古吗？啊，第三个呢，这个堕落啊，我们是神所愤怒的对象。这个然后我们搞坏死他。我们要解决这一个。啊，罗埃给这个没达到理解。就必须要去领受神的救恩。你那要给他都。把奥利跑路搞完，那到底神救恩的内容是什么呢？还有个莫好路呀，把奥利跑路搞完啥？我们今天是属于以色列的外邦人。记得他的那也好，把什么不得了都以色列路阿当道啊。其实主耶稣对保罗所说的话，我说的好路，你什么都能去保罗啊，就值得我们来去想一想。都哈拉登恩好路给他拿点。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那个带点点好，都给我点，你就落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六章，都给我点，你就落票。在二十六章里面，你就落票了，都蛮的米了。这里面就特别谈到，不过别急了，过来说。保罗再一次见证，你给他再帮我再好我再去保罗归信主。三百来号过巴塞拉那边的一个瓦西瓦嘛，保罗也特别看到。如果别急了，再不说你保罗他是如何蒙受主耶稣的这一个洁人血。三百来别个都是好多高啊，好多别人都没了。其实那时候他是逼迫信耶稣。一定呀，我们还不敢要接三百斤的人。那时候在大马色的路上。第二段呢，把大路他妈他妈是过好他看见一道大官。我能弄那边的过来，别人都高啊。啊，就伏倒在地上。也都过不上一定的上色了。我们看一下十四节。那那个带点的就有圣经里面谈到，什么那个要说啊？人都伏倒在地，喊着哭，三阿德巴西来，我就是死了，有生。马德里人嘛，哭哭一下。啊，用希伯来话，还有波罗过来说了没呢？啊，向我说，说了三，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马那你还哭？该你说好说罗说罗，啥过来说啊？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三阿好，你登陆是肚子干好伊，马维罗伊说少三。我说主啊，你是谁？阿马奥乌吉马伊说三。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发展路上这些什么好，要不要不该要的没说这些什么。然后十六节以后，据九六七十个人弄明白了。第十八节，刚刚上一点的就还是，就是主耶稣差遣保罗，又做了好多些什么去波罗安来去宣传救恩。啊，巴路香好多说过以后弄明白了。所以十六节里面谈，九六七十个人说，一起来站着。啊，都没人好几首。我特意向你显现。不过非超阿爸比八八达斯卡的都要算。要来做执事做见证。我做那么为什么的是做记，不能为妈咪阿卡西。将你所看见的事。要么那个那么说阿德玛。看我将要执事的事。啊，都要阿爸爸爸拿那么的算那阿德玛。啊，证明出来。啊，我爸爸爸在一起说。我也要救你脱离外邦百姓和外邦人的手。哇，巴基蒂那个比说阿巴亚斯多拉比后进阿多菲瑙然。啊，所以十八节里面就。他现在让我们看到的，我们说就是有关主耶稣差派保罗都熬出了的波罗都还什么啊？宣传有关救恩的内容。大概你好多，然后马好多比保罗还比古密都高啊。所以这里面谈到说，你今天让马说了，我猜你到他们那，我做了那么多基督徒在这个那，第一个呢，啥个在啊？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我怎么问老古马到那个？
人不认识神。我不记得伊读卡瓦斯阿达姆道，是因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伊不哈瓦鲁那卡瓦斯鲁那斯卡尔古亚马达鲁法鲁准。虽然人有拜神的心，伊拉阿伊古亚萨比达乌奥读卡瓦斯阿达姆道，但是法鲁准被魔鬼蒙蔽。乌拉萨哈乌伊不哈瓦伊不阿兰哈乌啊阿古玛啊，反而认魔鬼为神。萨卡卡拉卡瓦斯哈德贝拉布拉吉阿古玛，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世界的信仰。能能带给你多那世界阿比信过海南人。何尝不是如此？萨卡哈贝拉少。啊，所以这里面谈到。伊尼拉鲁玛德贝拉玛苏阿拉。叫他们的眼睛得开。巴兹阿温哈古玛达那布拉。啊，就让这些外邦人。伊尼多那伊乌金阿达玛。这些不认识神的人。亚马夫格雷布卡瓦斯阿达姆达。他们的眼睛能够看见。那马嫩嫩罗马达那米拉。能够看见谁呢？起码我还把能能那边的，就是能够看见神。把能能那边的好骨高啊！这眼睛不是肉体的眼睛。我那把大做过路去看那把大，而是属灵的眼睛。我都说了阿方阿妈大啊，所以我们感谢主。你看一下比他多吗？我们原住民，一旦看到那好我路多过少，看到那过去把他们绕过去的时间里面，第一要把给他啊，我们有很多的神明。是啊，而且还有过大官都没到了一等啊，就比如小弟来讲，说实话也好喂啊，我们的神明很多啊。哦，高我神明而且还加有所谓的。啊，天神，有那个那个啊，有所谓的战神，有所谓的河神，有还有很多很多的神，是所谓的这个泛神宗教啊，什么我啊，这还有阿卡瓦斯的那说教，但圣经里面谈到，神只有一位，就这。哎呀，这不高啊！啊，真神只有一位，所以那要高，这再也要高，就是耶稣基督，那是耶稣基督。好，所以我们感谢主，感谢好多嘛。你在过去的年代，哎呀，我看到那阿弥陀佛，有神的救恩，保你跑路高啊！啊，你到台湾，别人都不带带台湾，很多原本不认识神的人，其他不服气来，好多高啊，他看不到。啊，他们属灵的眼睛看见，反正能多好多，马达你说阿方言啊，能够接受耶稣，你还多多那几耶稣啊，你小弟算是第二代信哦，萨迦多萨多哈那那。那个阿比辛哥啊，所以有的时候想一想，那么哈当很好啊，我何其有幸！哎呀，那个哈尼萨卡哥啊，因为没有经历有关信仰的选择，这个哈那个不好多个比，更多是比辛辛多个比辛哥啊，也没有经历所谓信仰的逼迫，这个巴加利夫好多哈古盖啊，在我出生的时候，说我才能够好啊，我就接受这份信仰啊，原来要拜多个哥，还要多多那个比辛哥这一份信仰，我那辛哥都你在小弟成长过程，我那个罗马好多嘛哥。啊，真的是越来越看见神。他都玩的那玩的那爱图高啊，体会到什么事情很多。马里芬多开来了什么好多高啊？所以我说不是神，他都咋样不高啊？好多小弟早就啊，可能淹没在啊，慢慢的在那个人群当中。啊，好为马尔鲁多，一定都那阿鲁巴内阿达达，属灵的生命早就灭亡。你说阿方好为好为马拉基少多，所以有的时候想一想，他等他那么多好，何其有幸。那他的你好啊，塞外他讲，主耶稣认识我。麻烦那好接上个大官呢，神也让我能够认识他。上个麻烦那个不好好接人呢。啊，这是就是有关救恩的第一个内容。你好不那，然后马好努卡保利好努那也上了。第二个内容，上个多少，然后马那边好。在十八节里面，就哈斯，然后马那边。从黑暗中归向光明。那你弟弟一段班，把地库带你的那个啊，把黑人，把黑人一生。啊，所以刚刚在以弗所书里面特别谈到，你弟弟那一笔收修马说，我们随着我们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拜登的感谢你给他多啊，那发入出安好的没大没什么。其实很多的事情都是罪恶的事情。他多还能在乌拉的古吉拉的外还能那样。所以圣经里面谈到，你那种把路放在那种啊，罪恶就好像是黑暗一样。乌拉的在黑一点点都那么慢啊，所以我们感谢耶稣，感谢好多那这些什么，因为呢，他竟然舍去天上尊贵的身份。这个发了。Tadi hati pada aku yang katakan bahan putih dan nombilan. Lai tau dan sejian. Dan itu nak saskar. Wai de jiu jian j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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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u en. Nah, nai hau nak bau lip hau nombaku. Nenggau kan si dan nenggau lin se. Ma, mira ya, hau kutam jam jam. Soi zan lu jahui de di zang li mien. Ini tu nak luka ting tayi siu. Hau kutam jam jam. Toko fit jina kura suar. Kita kain jian lu jahui de di zang. Nenggau tayi dini luka ting tayi siu. Kita kan 78节。啊，那那就哈斯在七十八节里面谈到，那那就哈斯提了布拉苏拉，我们神怜悯的心肠，比你们其他一套都高，我是都没当叫清晨的日
关。然后呢，跟那啊，爸爸怎么还能那阿黑呢？从高天临到我们。那你今天发发是个个人，好没人弄的，当然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因里的人。阿黑人那边过来，今天爱好一短板，把带还能那阿当到。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是啊，所以把那边打好一把带了，那边都要厉害的，也好阿达达。确实，我们活在罪里面。他都马上都歪了，让给他啊，就是活在黑暗当中。今天一短板那个玻璃不容易带的啊。后尘就是光。我黑了好不高啊。啊，他要照亮在黑暗中里面的人。阿黑人的那个一定要那个罗马罗那短板还能来。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反正能那边他过来去拍我。特别谈到。不过被啊，说了好多遍了。面对罪的事。下腰好多了，老筋了。他心中非常为难啊！什么意思？什么人在这个发怒嘴呢？因为他心中有两个律。什么人多少也好，为了干那那一时发怒嘴呢？这两种律时时征战。我那多少干那那一时发怒嘴呢？虽然有为善的心，你来一步把谁来一犯灾啊？但是往往所做的，我那啥，你是把干身好意，却是得罪神的事情。来一步干那那我好不高。但保罗最后感谢神。我那你当下好不那去波罗？因为耶稣基督。什么？我那去耶稣基督帮助他，把他把安好米拉进来，能够胜过这个罪的力。把卡路伊他那那。好多呀！啊，马拉拉瓦也还能来帮助。今天我们属灵的生命，啊，你那我那说阿方奥利普米达，是我们的信仰行为。按照别人的好多比信过来，要能够脱离黑暗。啊，米利亚斯多纳短慢，啊，就是要领受这个主的救恩。米拉亚彼得多纳奥利好多啊！因为这里面谈到，什么米拉罗马诺米拉？原来我们的神，我高瓦斯好多米达，引导我们的生命里。米勒努盖伊迪尼奥利好多米达，就是要照亮我们黑暗的人生。爸爸，我可以把黑人那边的好多那短。啊，又归向光明。马赛拉都到那马希拉也还能来。我们再翻回来《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你今天都好是都叫定，你就落笑。三个救恩的内容。啥个都啥好都把奥利啊难用的。在十八节里面谈到。就还涉及了不拉说啊。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你今天撒官好多，那你撒旦马赛拉，你今天搞啊。啊，所以我刚才特别谈到。你都不被马说的，你在说你。世界活在那恶者。什么人一定爱个巴尔好路呢？啊，你阿古巴古那世界啊，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没有认识神，阿努马夫吉勒伊达多纳高瓦斯，我们就活在撒旦的权下。啊，撒拉鲁马埃努撒官好路那里撒旦，记得在差不多二十年前，还有诺尼丘宁好一点，那时候跟随神学院的师生，啊，早发有好多信息，感谢诺信格贵，到沙巴实习。来呢，好，你记记，比你沙巴啊，有一间教会叫做甘班尼鲁教。有一个甘班尼鲁，还能那样丢盖。啊，那边有一位执事。另外，再有是主祭。啊，他就向我们见证。啊，比如好啊，比亚卡西。啊，因为这一个执事，这一位执事。什么部呢？还主祭多年。啊，以前在这个部落里面。另一部呢？啊。哦，两肉好啊，是受人敬仰的巫师。我看沙巴安还能那好啊，巫师好敬仰。因为他有法力，什么好为方法来安蛋啊，所以他就特别打开他的胸口，说话他你不发好劲了啊，说你会看到我这边有这一个好像蛋壳。他都把蛋卖有顶不着，还能那。那时候他就跟部落里的人讲，说了你们那部落啊，你要若还能那阿飞孬了，你拿着枪。啊，阿兰过来光啊，装上子弹啊，保罗拿好过来钉木啦啊，然后装很多的火药啊，保罗拿好过来阿芬，然后你把这个枪管抵住我的胸口，这个好多个啊，你钉的保罗还那么过，这个子弹打不进去，啥个猪啊，他比猪哥过来钉木啦，所以那时候这个村民半信半疑，好气呢，好气啦，是过来飞刀啦，但是因为他是巫师，什么巫师好气啦，如果说没有顺从他的啊这个这一个啊。这个意识，啊，这个多人不然你那哈拉登哈维会怕受到咒诅，哈拉登哈维蛮努力啊，所以那时候这一个村民就真的拿枪顶住他的胸。我了听到了说的那哈维，哦，不过了还对了好多了啊，多了发过了行业了，过了哇，他说射击，对啊，他光棍啊，还有没有激发的？一定要打不正，哈拉哈维一个子弹打到他的胸，说的那哈维啪，上面地里发出行业了，真的就掉下来了，到了发现那个地步了。然后有一次呢，啊，这姑娘在他潜在水里面，啊，你吃了那么好一点点那肉，啊，他说啊，那时候有差不多几个小时，啊，你哪里啊，都给过了，给吃了没了？我们人能够潜在水里，啊，一旦你吃了那么好一点点那肉，超过十分钟嘛，反正基本干好。一般来说，好多，好多，这都个八个月了，除非是有这一个氧气，如果酸素出干了。
啊，但是因为那时候这个邪灵在他身上，因为我那家里好一点农民了啊，是魔鬼的这一个力量，我一出好多人家过嘛，在他的这一个身体里，给你敌人好农民了敌啊，所以他真的在众人的惊吓当中，给你做那个反抗，好多阿罗哥来帮到啊，就潜在水里几个小时，给那边那要多给我那个皮吃农民了，所以后来上来也没有什么事情，哦，落山好傲慢了嘛，那边了，他受到这个部落。人士的畏惧，说不好，就昂昂要好不非老让男人难。但是后来他自己本身，一过了多少几个人好为啊，遇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原来好过了问题了没啦？啊，就是呢，他的太太，我怀疑啦。啊，那时候有这一个更凶恶的鬼，一嘎嘎，哎呀，那个阿姑妈一拉一下，进入到他的身体。说到你中午来好多了敌人好难啦，他就用法术，一定要多少米很感动，想要把这个鬼赶出去。啊，发发那过了阿姑妈山，那这个鬼越闹越凶。说不了，一嘎嘎。这一个他太太被魔鬼附着的情形，你知道到阿罗汉好多阿公阿婆要跌落了，所以一般我们教会在过去所面对的这一个属灵征战不一样，反正好多要一下要弄一大堆要阿罗汉要弄巴拉夫埃啊，这个眼睛是红红的，红不拉巴带要杀不红黄色，哎呦看那个相片，反正那个哎我相信，然后啊被那个用绳索捆绑，你知道好一啊十分钟都好多多数，但是没有办法。总能够征服。上个好位，拉夫谈你啦。啊，那甚至后来，上个一定要好位。他会把衣服脱掉。如果你们拉夫要离开啦。啊，然后上深夜当中，罗拉菲菲好位。啊，就在部落的这个周围的树林。对了，好多了。啊，吉拉吉拉干。啊，就发出非常凄厉的叫声。一点好米尔干哈的内。啊，所以那时候就弄得整个部落非常。非洲人好，我都过哩哈，那也好，非洲人你听啊。所以这一个巫师哈，啊，我那边很多没有巫师哈，虽然有很高的法力，哎，那也不法呢，啊，却不能制服在他太太身上的这个魔鬼。啥个八个非洲好多啦，马路哎呀，好多都来发发黑，那边阿公啦，所以他非常痛苦。啊，你什么什么好精神啊？能够为别人解决问题，嘛，那该解超多的刀啊，问题啊，却不能够解决自己家里的问题。啊，把个该解超多的地呀，一度关了好多年，一直到有一天，大概原来不在了，有一个真教会的传道人，哎，不定都下奥来到这个改过，来了奥多拉啊，你阿罗知道这个巫师家里的情形，我那奥多拉拉鲁马那边啦，后来就向他来介绍耶稣，修改哈尼拉多拉介绍嘛，告诉他，说哈尼拉只有接受耶稣，哦，人安旁边来要接受介绍嘛，你的太太。无法翻译农民说才能够平安。那你要好不厉害，要只有接受耶稣，你还一说接受嘛呢，才能够让你的家里。那保罗好努力说，从撒旦的掌权里面，那你弟弟撒官好努力，撒旦啊，能够得到释放。那好马特尔啊，因为这个巫师走投无路，什么啊，我都不是做安好努力啊，巫师还能呢？愿你来相信耶稣。是啊，你还有哎好，我告诉你，接什么？感谢主，感谢主啊！后来这个传道人，我那弟都下来呢，奉主耶稣的名。叮叮当当，你也是基督徒，把这一个乌鬼赶出去。第二多好，发发很多好，不要加固嘛。那一天开始，一定要杀到半砍，太得到平安。发发黑都别了，别了都过黑暗啊，这个家庭得到平安。别了都过黑暗，不然把路给了。整个部落也得到平安。不要第二乱都别了好，别了都过黑暗啊。所以后来这一个巫师全家人，不那巫师还能在把路给了，因为他们的信主。第二多那个不干涉别人好了没了，所以后来带动整个部落。你听了好，每个人都好多人加入了，来相信耶稣。我告诉你，都接受嘛。过去这一个巫师，你第一个好了，你还很当哎，好生活在撒旦的权下。马上罗马哎，好了那你撒旦啊，但耶稣来到，我那是伊拉接受嘛，好他能从撒旦的权下得到释放。那你第二撒官好，你撒旦好，马得来都啊，这就救恩的第三个内容。你好，不要拉罗马好，撒旦多了，还在第四个内容。啊，不但是不奥利，他那在好啥个什么？在《使徒行传》的26章，能够带进的是多丢点的就落秀，在后段里面谈到。来过来了，过来说，又因信我，一定你把个说的打过来，得蒙赦罪，马是保罗拉到啊罪啊，担这个亚当叫犯罪。既然老古那家当结发好人啊，罪就在世人的这一个里面，一定你对拉罗马努力努力大啊，所以为什么这个大卫古那几道必定啊，在诗篇的第51篇里面，一定你读了西黑国就一并好了，他就特别谈到。不过危急了，跟他说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第51篇。西黑国就一并啊，诗篇51篇国就一并，
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这里面谈到说，伊拉布拉斯瓦里拉是在罪孽生的。伊拉伊玛沙罗巴诺拉拉瓦苏夫正加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伊拉伊布亚贵多伊拉的玛古哈维就我的罪。伊拉伊布拉拉瓦。所以这个罪是会啊遗留在。世人的生命是啊，你比那个那奥利跑到他们绕不呀绕绕。那这个罪我们要如何解决呢？什么人那边他们赶紧朝那绕绕他掉？在刚刚所翻开的使徒行传里面，你手里多少基督徒啊？是多里是定阿维？耶稣告诉保罗说，伊拉不算耶稣嘛，多那基督徒让外邦人能够信我。那你把他说灵不一无尽的祷告，能够得蒙赦罪。那把是波罗好波罗绕。好，所以我们看到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我哩格温古要翻出来还是有好耶。很多以色列人看得非常惊奇。把格萨波拉以色列人看得来不可能能。后来就问这一个使徒说，说了好不要到了过世，我们当怎样行？什么能不还是嘛？结果彼得就说，说了你别跌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行传第二章。都丢定带领袖。看什么行传第二章里面。都丢定带领袖了，不打不你了。三九还是这里谈到说，什么你不来说啊？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啊！不是修放装的那么好，你别丢了。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听啊，那你耶稣基督阿爸一个，叫你的罪得赦。波罗布拉罗的那么好，就被你受所赐的圣。那你那后裔好多样，巴弗利亚放在阿黑布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接受救恩。你那个呢？给他多来说过好，就要相信耶稣，把他甩他接上来，接受奉主的名的这个洗礼啊！你那后裔，你那要好多要单方面的耶稣嘛？主的宝血洗去我的罪。我来，你耶稣吗？你烧不烧不了那么大。所以我记得几年前协助这一个虔诚教的李恩贵。哎呦，别了别了，面站带着给你见证啊！你把账都拿过来。刚好是安息日下午。安息日你经过了，然后啊，这个主领正道啊，米亚加西米亚加西爱啊，然后中午传道啊，更多的都下啊，就啊带着一群要受洗的人到台边受洗。我们这里头也多八百姓内，带领点点人两两百一轮。然后啊。正道结束了，他们要开始好耶，紧接着就祈求灵恩。你给大家都说了一下，在祈求灵恩的时候，那边给大家都说了好耶。突然，这个服务台的这一个弟兄，啊，你今天突然，你们下要外面安那些啊吊带好，就冲上来，这个好耶，准备开啊，然后告诉我说，说啥你要干过？哎，传道啊，对，就下祝福传道跟。特别交代，都不会超不说路，但多听多下。请您把这一个聚会的时间，那比你还要哪几干？稍微延后。啥个好？打一个人。等这一个从洗礼场的这些弟兄姐妹。当然好过呀，今天把一路安的啥里干干。那时候听到以后，不见了嘛不好耶。直觉反应。啥个我俩嘛不好等啊？在洗礼场，比你好多人把一路安有什么这一个。事情发生，如果有来好过啊，大事干了什么？果然那时候他们回来之后，我可以都整个人好一点啊，就按下这个铃声，这个不知都打黑暗铃声祷告啊，是啦，祷告努力，紧接着这个中午传道，不过那单独要听多下，就直接请一个还没有受洗的这个慕道朋友，要查个把心力还能来听多下。两个人接到前面，你这个还要来见证啊？亚克西啊，在洗礼过程当中，你都能把一诺看得来，他所看见的事情。我能能来你们阿什么啊？原来这个舞蹈朋友，我那给我都想多年呢。那时候这个这一个传道人哈啊，我要点多下啊，就带领所有的会众一起祷告。你说你好，多阿鲁曼呢？你努力点啊。那时候这个舞蹈朋友，我那给我都想多年呢啊，就突然看见，我能能不能没了啊？这一个传道人所处的那个海的那个地方，伊拉多拉伊拉罗拉丁都是阿尼亚，是洗礼场那个位置。啊，对了，爸伊诺安的好伊拉。哦，怎么一时之间全部变成血的颜色？对了，好拉伊拉，为啥好乌拉伊丁个啊？爸伊诺安的好伊拉。在这个祷告结束，伊丁拉好啊，阿达米诺里消失，这个人烧啊。啊，紧接着他看见，马能能阿在那里了。啊，这个就是要受洗的人，不要爸伊诺安的那个沙里嘎嘎。一被领到这一个有这个主保险的那个。一定要好把带人好多要去伊拉该好伊拉尼耶什么伊拉拜诺来接受洗礼啊，米哈也好阿拜伊拉的啊，一直到这个后面的祷告，带人到了下一步来阿伊努力啊，这个意象才消失。伊拉都还要把布鲁西哈维阿基萨啥都证明了什么？我们能好过包啊，再你们来都拿什么去啊？今天我们真耶稣要的洗礼啊，你打新耶稣教会阿拜伊诺有主的圣灵。伊拉也好过水的耶稣嘛，伊拉也让耶稣嘛跟水的见证，伊拉也好过那弄
啊，我在啊，所以这个洗礼，一定都来过一路看来，赦罪的洗礼，稍稍微多拉拉啊，这就是一个还旧恩的内容。你好过那马萨拉罗马还有暴力嘛？最后一点呢？再过来一段，我们再翻回来《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啊，那个那章里面带点的是多教的，你就落下十八节的最后，那个带点的就那叫哈谢，这里面倒说。啊，今天让罗马的米拉汉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再好多拉巴古拉在阿达姆教的让位都在上。啊，这里面的基业是什么？我那个那在上多年，就是天上的这一个神所预备的这一个产业。我那米阿达达那德勒干罗马阿那奈伊蒂尼卡格莱那在上。所以保罗，一定过那吉波罗，他们受这个耶稣基督的差遣。米拉亚过那吉波罗，就比我重要多了。把这个救恩的内容。那有好多呢啊，保利跑来宣达给这些外邦人，把所有的那个那英国警察打掉，让他们能够接受耶稣。那米拉要跑到那接什么案啊？让他们最后也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所以，过了多好，米拉要跑到他在上啊。所以我们最后看这一个啊，约翰福音的第十四。所以，过了多好，第一约翰福音就优秀啊。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约翰福音就优秀了。罗马都没得好。我们看第一节。那个在那边带一些啊，第一节里面谈到，上半节跟他说一点呢啊，主耶稣说，不算你也什么，你们心里要忧愁。那让我们跟保罗转到那么啊，你们信神也当信，把他说的他们都包啊，把他说的他管呢。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你罗马好罗马，我阿弟还有阿罗马啊，若是没有，那我也好意，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原来说了都不算，包括他们呢。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的。那个不好意，那个也好，该提了案。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那个不给，那个该多了该提了好意，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们了，不过阿呆你好，你站在大官那里的了。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啊，你的那个不好，我一点都不好。所以这里面所谈到。你那龙马那边的好什么说啊？耶稣，耶稣嘛，第一次来到世上。啊，原来在那里都那啥事干啊？宣传福音。巴拉鲁西亚好多福音。后来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这个带了好多那种救济个阿难。成全了这个救赎恩。原来这好多没国民好多暴力的阿难。在他离开门徒。伊里亚斯好多米少，我按那边来，阿耀那边来好哩。特别交代嘛。啊，不过没超人管理嘛，按那边来。他到天上去。我们带了今天来第一个客人，是为这些信他的人。我今天都能把他手里来请来，来到预备地方。你当然带了好多个伊迪拉案。啊，所以刚才中午传道。你说你好，我单独订多下。在悟性祷告的时候，呼吸一努力，伊拉过来说。特别谈到。伊拉好，我都不会。那地方是永不衰残。我主啊，我妈妈啊，不念。啊，是极为荣耀的。哦，噶沙巴安好一点啦。啊，所以亲爱的朋友，好啦，很好啊，是啊，微笑。啊，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了。啊，对啦，我噶啊，格隆噶苏福超尼耶沙玛，他将这个救恩的内容，那苏贵好罗拉鲁曼那边好，告诉了保罗。把所有人都不能去薄弱，而我们今天啊，其他安尼好，也能够借着主的话，一点点好一说，好能力啦，来了解到有关主救恩的内容。噶好那好，其他都那拉鲁曼把奥利布米啦，我们愿接受吗？求主耶稣保守，那那伊拉比伊莫过什么了？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那哇，等你们来过来说，然后慢慢的，让我们能够认识神，那麻烦那你好多高啊，也能够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你第尼卡巴尼阿古玛巴塞拉，你第尼卡瓦斯，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你第尼特曼的巴塞拉塔登尔，啊，最后相信耶稣。在古来巴卡斯林基耶萨巴安，蒙赐，那马斯波拉好古拉肉，啊，未来。一过了好运啊，能够进入到神所预备的永生天。你中国人好多呀，你达拉拉呀，好罗马，好阿弥陀佛，在阿帝国。阿门，阿门。嗯，谢谢我们的传道，在圣从圣经里面啊、来告诉我们，救恩是从何而来的。那救恩呢？如何来救赎人的灵魂？接下来我们请中智教会的雅歌诗班献上两首诗歌。第一首《主爱陪着我》，第二首《我知谁管明天》。待会借由诗歌，我们再次去领受，再去感受神的救恩在哪里。诗歌里面有许多神的恩典存在，透过诗歌去阐述神的救恩如何施行在人的身上。
Thank you.
280首，有啥什么？我来过了。
必须也要领受到圣灵的洗。
安在也好，你那也给他好多种色的，安那也好，阿英呢？因为圣灵是我们敬天主的凭据。我那安在的阿英嘛，我好受苦，你们大汉怎么的？你把那个他妈寺庙啊，去台北，阿都大量在这里台北的，必须要买票。阿在给他都能给补，没有票没办法坐车。阿那我给补里面在什么样？阿你家里就有办法到达你的目的地。什么还没打台了？对啊，你都是刚没打开。相对的，我们要敬天主。对啦，都好，俺们差别怎么了？这里天光，必须要你受圣。对啦，要给到不了，办到了阿天王啊。哎，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分辨，我们身上这个是真的是假的。就搞你嘞，我那马来亚派没打，办到阿天王，说人家好看，马家里外好看。小弟见证，短短的讲些讲短短的见证。我十三岁就阿哥妹妹喊来好啊，可惜改。啊，小弟刚。从彰化回你们回故乡。三十八号你得来也休假，啊，你快点来，给你加入能量。因为小弟退休了。你退休了以后，那三十八，那么就打算回故乡了。是啊，好啦，你能退休的话，你快点来加入能量。那么正好我们五千三执事也一直在期盼小弟能够回到这里的故乡。呀，拜拜！啊，做这就先上堂来哈，那来就说我拜等你了，等你不到了没啦？啊，跟他一起同工。呀，那马上在那，其他弟弟们大家都能了解。那感谢神有这个机会。感谢主高老师的把这些话给盖了嘛过。啊，那就108就回这种故乡。下不冬的70哈，我拜他多一点点了两。那么有一次小弟被安排。晚上的聚会，很多人会。要搞这样的大家啊，我安排没有大家要你啊，但是就是星期五晚上。我上个礼拜我就第一站。那么刚回家，因为小弟长期都在彰化。什么也好，改变的快也好，阿拉伯人家会天天一宿干的。这个故乡的家没有人住，故乡的这个家没有人住。啊，天天一住那两个人好，好歹马来不拉罗曼姑娘。那么没人住，这个房子会。坏掉。我妈妈还要我坐在火车上不容易。结果小弟就给这个侄女跟侄女婿给他们住。啥啥好了，他们好了嘛？不好给啊，我安顿嘛，各位。他们是蒙恩先到中心的一个信徒。是，我上来刚好就先到中心来了呢。哎，那结果因为他们可能是好意啊。好了，这个好，好了，等了没啦？还要好了等。小弟要出发前到教会之前，他说我们为我是他的舅舅，是我爸给怎么样干过？说我们为舅舅祷告。好吧，你打好我那爸给了没？打你努力。那么我说好吧，如果既然这样，我们就一起祷告吧。那对了，还等那么啥个？那再给他你努力嘛，跟他。然后在祷告当中嘛，直接跟他比努力努力啊！我没想到他会帮我按手。知道他的困难好啊，你按手按的不好，那么不。结果他一按我的，他是按我的背后，不是按手按头。啊，我不努力了，我的下巴那边了，那么不他我的按手按的边了，怎么不稳？我听到很大声的一个嘣的声音了。是啊，我这个那么不好，我大按也好啊，嘣声的了，你好。就是我那个侄女啊。是帮我按这个背后，他倒下去。是啊，你按手都能不落了嘛？不好，我刚上来还不啦，我怎么样？那也刚好，我那个侄女婿也在跟我们一起祷告。是啊，哎呀，那在我也努力努力啊，他多了。啊，他是他看到的。是啊，完了，那个没啦。那我继续祷告。是啊，对了，好啊，这个巴斯拉祷告你也努力。就是后来我就结束。是啊，结果他好打，还能按住祷告你也努力。那个侄女是说，我的我玩嘛会，他不黑啊，舅舅啊，你这个你是什么人啊？是啊，发掉我们那累，为什么没受伤？那为什么我的老婆把你按手，他会打下去？那按手啊，姑娘好嘛？那我刚才的这个也不能受。我说我是神，我里面是神的人啊。啊，这个老蛮嘛不好，原来个累都流汗了。有一次我。一大早我听到我那个侄女在祷告，因为她住在我的家。
有什么好那把这个卖嘛，这个呢回努力了哦。我就是租给他们住的哈，我都就是给他们住的。啊，要是卖嘛不好，没得过年呢，也你嘛马路挨。一大早他们在祷告。是啊，把这个呢好，一努力也赚了啦。啊，有的时候他们用悟性祷告，有的时候有种又好像圣灵的声音呢。是啊，我呀，可是一努力，一努力，没得。这个别人哈，阿不奈路，我感觉还不错呢。我一直仔细听啊。阿不奈不奈，还是麻烦等于。那个不是圣灵啊。主啊，我就放在了阿弟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人是圣洁的人啊。是啊，他麻烦来不及打我。而且我们阿在阿弟我努力打，我们那啊放在阿弟我。圣灵让我们有理智啊。什么好麻烦？麻烦来给他，要不是那个麻烦来，把我这个没打。就知道啊，他们是不是省的人啊？中国啊，我卢卡瓦是啊，这里阿弟我。但是他们说他们有圣。我说了你们的好，我谁的人不能这样呢？那我不便跟他们辩论。糟糕，这个孩子，那个好什么好啊？阿弟要啥？感谢主，我们真耶稣教有圣灵同在。感谢主，我靠他，我们到时候说就摆，要不说哎，那还要把这里阿弟我。所以亲爱的慕道朋友，给大家撒点根香，加油一下！如果你想要体验，这个圣，撒贝达那，我给大家拿盘子来阿灵会，希望能够可以到前面来一起体验。他妈的忙活路，赶紧的打呀！好，赶紧打那，赶紧的不等那盘子来阿灵会。有圣灵在你的身上，阿弥陀佛，有盘子来阿灵会，遇到任何困苦患难，阿弥陀佛，哪路什么圣灵在？安慰。这个在伊拉克中才能够发啊！我还在彰化的时候，伊拉克会修改，还蛮蛮大压力。因为小弟的前妻因为生病，哦，咱个大伯伯也蛮不好的，啥子癌？中风啊，糖尿病啊，嘛中风癌，嘛糖尿病癌，甚至瘫痪在床上。伊拉大伯阿婆爹在这里搞不掉。又当时遇到一些污蔑。第二号也来和误会，误会，也来不要，如何鼓励他们啊？误会了，那个被别人误会了啊，把他误会了就到了，小弟就感觉到受伤了。得到啊，马上打开，就把这马哥，我到教会祷告，带领马哥也给我改良，也努力。我说，只有祷告才能够让自己心里平静。你努力是吧？啥地方有高下？这咱把啥把子把住这。啊，在祷告当中啊，你今天知道别努力怎么过？一面哭一面向神祈求。都把日子过过的呢，你啥地加油搞啊？啊，结果我一个人祷告啊，就再也不过你努力。后来我听到整个会堂都是有祷告的声音。是啊，对了，没办法，都啊，我那边你努力，祷告努力多。而且都是非常那种好像灵歌一样。哎，那咋的？好多那马里巴呀，好多那厉害的呢。后来我感觉到得到安慰呀。我都这么的啊，都是把这台啊那些心里的痛，要把老丈人把我这么慰，真的卸下去了。啊，好多等八十来多，所以圣灵是安慰者。所以如果你身上有病痛啊，如果你有心理的重担啊，你来把它拉回来，你来做搞这个，我弄把它转回来，圣灵会帮助你。我放在阿天王这个扎，我把它嘛，你来给打。所以如果需要体验圣灵的，啥比你得到大阿婆这里，我放在阿天屋里，那个木头朋友啊，给到我啥这个给你熬一下，就是我们族内。同龄啊，如果没有还没有得到圣灵的，别到多少年，刚刚被他同龄放在了阿金位，可以到前面一起体验圣灵。他们那忙碌的等你打野哈，把你打了，等你把他们那放在了阿金位。我们长子传道都会帮助按手，帮助你祷告。点多下，对，自己好，知道这把他们那给他好，你安休。如果是第一次来到真耶稣教会的慕道人啊，如果是刚才你糯米大啊，带你等你等那信耶稣教会啊，才刚刚哎，真耶稣教会的祷告方法啊，如果你如果信耶稣教会啊，那一努力，我们这边那个牌子啊，给你稍微一努力，给他好不那么第一代啊，
爹爹，第一句要念奉耶稣圣名祷告。啥再好也麻烦耶稣基督啊，菩萨一路的，因为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耶稣基督。什么好？你啥要？你当你一路的，我们接上嘛。啊，第二句就这念一句就好了。那是再难再苦啦，都麻烦耶稣基督。就再重复念。还有个赞美耶稣，什么都是好善的呀，你们好，你们上边接上嘛。那么还有一个是希伯来文，我那还有一个上面还有我们希伯来文，你说啊，赞美耶稣的意思。啊，你我的第六课上面啊，因为现在要一起祷告，然后今天我们在印度里准备打。你说体验圣灵的体验。那个啊，那么都有些的啊，他们那忙碌在那里打药，印度里请来跪下。如果有身体健康的，我叫大家上来报告，我们一定为他们代表。那早上准备打，然后在努力准备打。啊，那感谢都我们的大家。在这里感谢天上的真神。是个再好啊，应该喏，你打给你妈的外。在我们第一天的灵恩布道会，一个人好不高兴。有神的带领啊，新路我也好，人不认，不容易不带也好努力打。啊，所以工作呢都能够顺利。啊，你打半路过，半路过啊，你的班在那个你耶稣基督不要卡上班。好，我们来归荣耀给天上的真神。那今天你兄弟好多，那你也好啊。蒙阿拉耶也好，都顺利来阿基玛好努卡瓦斯阿维达。我们接下来介绍格木真理的朋友。啊，这个再好伊有总干事，你滴呢伊西固进汉的呢啊农会张公民，爸爸跟努维达。广州的总干事张公民先生。哦，感谢好多格对你好多总干事努维达。好，感谢总干事的来到。啊，伊拉布达亚好努教会伊拉。那总干事那么一大啊，只要有活动有事情，他都能够参与啊。那那么巴鲁麦，好多阿妈，好多巴鲁，大家好多总干事那么一大啊，愿神能够祝福总干事的工作啊。那那经过大家不敌人，好多总干事啊，也能够啊祝福他的身体健康。哎，总干事有没有阿美这个阿美族的名字啊？有没有？请那个天子氏哈，哎。以后要给他起名叫很好的名字哦，好，这样的话哦，大家老人家都会认识哈、哦，哎，像我们的镇长叫古润，是牛的意思啊。好，那第二位啊是慈惠的先生杜文正，诶，杜文正，来喊，来干喽，啊，在楼下嘛哈，啊，拜拜好的慈惠，我三个都上。啊，第二位是慈惠的先生杜文正啊，三个杜上啊，这古拉斯啊，发给把账都干卖，发给啊，感谢主啊，啊，谢谢金上，是我们那个老人日托的啊学员啊，他也是我们老人日托的学生啊，古拉也好，古鲁麦诺，今天你三个点啊，为看那么大啊，今天有三位朋友来布道听到啊，现在你修改好多牛出来，好多修改。现在介绍总会的差派工人啊，这个在即杜如民传道。谢谢啊，我们这边的好即阿拜，即阿拜，财务啊，阿拜三号的啊，我吉阿拜耶，我拉布罗，这个财务啊，就是财富的意思。哎，对阿美话，阿拜是财富。也在主耶稣里面是最有财富的了，啊，是原属热野教会，以及那以阿里山，啊，原属阿里山的热野教会，周主的传道，周主，这是唯一的一个哈，哎，仅存的啊，然后要100多呀，兵都下，哦，忍安他的那，哦，硕果仅存，啊，兵都下喽。哦，周主喊的那，再也喊的那啊，他是所有传道里面仅一位的周主的传道。啊、目前以及那白沙以及那陆河还没单独啊，目前担任白沙跟陆河。感谢主啊！啊，那那把今天罗马哦，再有好多传道路没打啊，应神今天传道的功。哎，这几天好多那边那路没啊，那大多少都是为了啊，把刚喊的那都再有罗没打。啊，这几天呢，来协助我们灵恩布道会工作。那第二位啊，这吴先生喊的嘞，啊，
第二位是吴先生执事。好了，你要不拉那大儿子马少。他的阿妹是名字叫马少，吉马少，啥个马阿妹吉马少，我问你啦。说马少是谁？就是马少。啊，是我今天以梁溪啊去出去，他是属梁溪的执事啊。今天土板我鸟落来啦。是土板部落的。哎，麻烦啦，给大家定都下去边。我们知道了，谢传道，也是土板的好几遍。谢传道也是我们土板的。好，另外是修改好的名单。另外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老人日托的辅导长老。我们老人日托的辅导长老也就是老人日托的总负责。老人托的总负责即孙豆揪肉，麻烦的名单。好，辅导长老，谢谢好。那我们今天好多据点，好多没到老人路托，你辅导的经验啦。就是辅导我们所有老人路托的据点。马路来越多，你下几个几个？常常要分走各班。那么管好一点嘞，不会和平默契一点，你真的个好。我是负责和平文件站和平路托而已。不敢打招呼个，一年还在一点，才敢带来辛苦，才敢带来米沙路。都没有去别的地方，你们都成功，你们到美山。我的吴长老阿威，他负责的后面啦。吴长老呢管这个非常多的地方，所以他是总负责。总负责。那第二位也是老人日托的总干事。接下来是我们的老人日托的总干事。去沙漠路海坐骑。我们要承认的是，感谢总好。没得好，没得好，还有给好了，还给咱的和平牧区。陈同志常常来到我们这个和平牧区。大家好，马老总来到马里登哎。我们的老人就是学生长。来到马里登罗马奥多戴尔罗那大都塞。愿神纪念他们两位所做的功。来经过带，古大天干的大都塞。祝两位的身体都能够健康。如果能够敏感一下，对今天中智雅歌诗班。接下来是介绍我们中智教会的雅歌诗班，宝宝跟着没带。谢谢。那么好多那就好多雅歌诗班。他们的诗歌非常的重听。把他说好多都给花露转的没带，把黑帽花露转一带。也能够进入安慰我的心。来古典的没带你带来呀。晚上我们可以好好的睡觉。上个好有什么把灯来呀？这不，把看大海好啊，那就。毕竟呢，我们听到美妙的诗歌。那那马吉林诺阿妈，都龙爱都大雅好努米达雅各斯班。愿神纪念我们雅各斯班所做的功。都龙爱哈，那好运好努米达，都修来。将来呢，这也是我们所要去。巴鲁特好努阿妈好都龙爱诺啊，鲁马巴鲁好努鲁马努米达，大雅好努米达。也愿神能够眷顾你们的工作，你们的家庭。那那巴鲁特诺阿妈，古提伦诺纳莫。也愿神能够祝福你们的身体。辛苦大雅好古提伦好努米达。是我们的身体能够保持健康。另外呢，你感谢阿扎，给咱们对马里维啊，感谢汉。也感谢我们和平教会的师班。沙拉卡亚卡亚，沙拉比比什，你给他们领袖。每天每日每夜的都在练诗。啊，每天还有领袖一大。聚会呢，就来练诗。我们的都想到阿伟那几老比领袖。传道呢，昨天才开始练诗。说明发现搞别的呢。跟他说声对不起。我让他上大来，他都不来溜。早上特别的大声。把大麦喊你嘛。不知道音准对不对？来来，爸爸们，好努阿爸，都弄个弄大洋弄米大。愿神纪念我们所做的功。罗马神道，感谢给大家弄和平默契新书记，谢谢你下，查理那个巴布隆。另外感谢我们和平牧区的所有的长子负责人及弟兄姐妹。好努米大，那不服都可以努米大，肯定都给他米大哦。我们只要有布道会呢，我们就一同来参加。那么爸爸们，好努阿爸米大。愿神都能够祝福各位。大洋好努米大。所做的功，马路好努米达，是我们的家庭。那么上来给他，你中国人给他一路骂，呀，不好过，把人把草木挖骂。我们出或是我们入都有神的祝福，还给你，给他把你个子。那我们都要能够来同心。好，所以过来都好，白跟他努米达好过，谢谢你下，都弄个一路发财好多算了，然后不再要跳多下，怎么看看你啊？你少年，把台湾人民修改。哎，爸爸都没带，感谢主，感谢主，好，爸爸，奶奶，感谢主，奶奶，爸爸都没带，我爸给送。
啊，余医生能够啊祝福你。安乐基啦，你来好好不服都该多再好安乐呀。啊，明天呢，我们还有一天的布道会。啊，别当上等你来会当，来念佛吉他。我们来布道的朋友，我们可以继续来听。吉卡比，可能会诺西古福古诺阿妈，顶顶人都没当。啊，能够让神的恩典能够加添在我身上。啊，是噶，我说的，是给你下多，我把再好打算。啊，接下来是我们的啊负责啊执事来做介绍。你来不担心嘛？你嘛？有点不说了啊！我这边，哈利路亚，感谢，欢迎我们先生吧。啊，弟弟孩子呢？听着先生，今儿看工作的呢？做过几个事儿？哎，那听着先生呢？很幽默啊。如果和他等的给我把他心上怎么样他就告了他很幽默他们各种说的哥哥我把这个你哥啥看他哥啥感谢我去不了那个熊大呀然后你给我写的没干啊我说那样你想要办呢我马上到我主持人啊你张世华啊给你好我给说这么多都在那弄没干母亲啊那时候你看一下我那一个好多那么说跟我说我看他也这样我说什么给他都不能够说你看看啊给他在那弄完啊一个家庭做个母亲这样也给他给他要给他几乎都不几也就是啊我的等一等就是多少我再好啊，发给啊，再好给他。我母亲他鼓励个子啊，给他不包容。所以你们要这样啊，现在我也这个让给他啊，你看看我们那个啊，把他们一点点好多的，我们另外啊，了解啊，一点点好比在很多哦，所以看看。今天早上啊，把黑白啊，三里高高啊，今天好过比刚才亮，都爱那么，本来一个好过都中过，大概啊，不可能笨，我们接什么？今天本来啊，我们把石头啊，今天都那好过啊，啊，小妹妹在，哎，这说的，我的哥哥给他。来到我的时候让你打让他啊比例得跟我你打卡那个再一个三万啊比例让他过比干下比高啊我的妈妈对给他好比教会我的另外不要到我找到会的米打五点半啊我的好呢我找到会爱你你多容易打啊那个都弄好了，找到会员名单，我爸爸在五点半啊，那个上一天呢，六点都弄好了，是的哦，找到会啊，今天那个比巴托伦，你今天买电话要谁干啥？那天呢，他打不动你打，好。我做了这个，我来家来来来Thank you.
张课没有进来，我还没有放下。对呀，我放了一个。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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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